请问苹果多少钱一斤？8.5一斤。2.5斤，一共21.25块。您还要什么？请问西瓜多少钱一斤？8毛一斤。这个西瓜很好。好，我买一个。8斤8两。多少钱？7.04。7块吧。妈妈，葡萄香蕉。哦，你爸爸喜欢吃这个。葡萄香蕉多少钱一斤？葡萄3块钱一斤，香蕉2.8一斤。一共多少钱？43.85。谢谢。